好啦，下来噩梦模式啊！我操，噩梦啊！哎，我们的吉儿终于要醒来了！那个手，天哪！我原本想说照镜子才会吓到，结果。光这边就吓死我了！啊，震惊，震惊！这个是恐怖游戏，这是恐怖故事。我靠！这比之前克雷尔还要恐怖，更强壮！我靠，那个手臂，那个青筋，哇！所以这边我也会变僵尸吗？啊！昨晚练太多，练到老皮灰了。哎呀，这样子我太强壮了，病毒伤害不了我的。啊！神经哥哥来了。哥哥，麦克刀，哥哥，那一天我推输给我，不是故意笑你的，喂，看把你的，不行啊，我看着这个背会很出戏。怪的哥哥，你看我新锻炼的身材不错吧 ？Holy shit！快顶住！啊，布莱德哥哥又被咬了。抱歉，布莱德哥哥，刚刚我们应该交换工作的，应该我来顶门，你来找后门才对。感觉我顶门绝对顶得住的。哎，为什么多一只啊？不要！不要啊！果然是噩梦模式，报告！哎呀，我肩膀被咬伤了。不用担心啊，我这么强壮，病毒对我没有用的、啊。要是我想，我可是可以把你的门扯开的哦。不要想吃我的鸡肉！切！谁挨个？这样也中啊？不会吧！啊！不会吧？从这里开始？真的搞什么鬼？啊靠！又来！歪的哥哥，你不要看戏啊！但我的肌肉让我不会被感染，但还是会被咬死啊！还好这次撑住，哎呀！啊完了，我的小鬼居然穿得过去！我只看看你打不中你，我的大腿可不是练假的！哇，这个画面，天哪，看那画面 ！Oh hell no！Hey, easy, I got you. Who are you? What are you doing? Hey, Carlos, 换新发型了、啊，我也换了新的身形。It's safe. I'm fine. Personal space, okay? 当然了，你看看我的肩宽，我需要空间比你大。哈哈哈哈哈！强悍登场。But I am on their side. Not yours. 对，排长在你面前有没有感到压迫感呢、啊？ We're survivors. We've got to get that train moving. 哎，先生，你看起来眼熟啊！这次我不会再戳你据点了，这次我会直接爆你据点。我
这么强壮，就是该配这个东西。哇！看着这身肌肉，实在感觉不出我们的肌肉有任何害怕。哎哎哎！先生，先生，你冲太快了吧！我操！我靠！这样子噩梦，就算有这两把，还是很危险的、啊。有没有搞错啊？我靠！哎呦！我操！我吓死我！我靠！哇！那边的想干什么？哎、欸，那你干什么？想阴我大吉儿，门都没有。这个地方真的是很讨厌，恶心就算了，到处暗算人。喂，欸欸、想干什么？哎呀！啊！哈哈！喂！哦，我的肌肉可不是练假的。哎呦，头冒出来了！耶！哈哈！配上这身材，看着，哎呀，操 ！Surprise, motherfucker！ 好，再来就是追击哥哥要出场了，这回我。大胸肌跟大泡泡，来呀、啊！啊，一枪解决，大泡泡，啊，轻松啊，大泡泡，不要挡路！喂喂喂，哥哥，喂喂喂喂！哎呀哎哎哎那个直接喷去撞墙哎呀总觉得这个节奏又要直接给你吃火箭筒来呀、啊哥哥，不要跟了嘛，撑不住就不要跟了。马上又一点事都没有了。拿个杰西就一定要这么帅吗，哥哥？来呀，互相伤害呀！哇，真的中了！我靠，太痛了！啊！哥哥射得准呀！哦，这么大只还飞得起来！哇，看我一手就可以把你拉起来！啊，前往地铁站。你干嘛要犹豫一下？我是你心目中那个吉儿没错啊。Are you sure about that?It's all right, you go on ahead. I'm not gonna die on you, leave you in a cold, cruel, Carlosless world. 你确定？我对高蛋白的需求可是永无止境的哦。
嘿，这里是连假啦，感谢你的观看。由于不管是本频道或是纯 A， 都有许多观众朋友跟我说，想看我玩玩像之前那样不一样的克雷尔，来个不一样的吉尔。没想到很不幸的就被我找到了，又大又不一样的吉尔。所以绝对秉持着这么吓人啊，不是，是这么呛的东西，不能只有我看到，就分享给各位啦。如果各位喜欢，也别忘了按个赞跟订阅本频道。还有游戏中，我一直不自觉的把地狱模式说成噩梦，可能是因为我潜意识中已经好噩梦啊。